大家好，这是 cat 恩斯，我是 cat， 我是美国人，我的老家是首都华盛顿，现在我住在纽约，我是纽约大学的学生，我说英语，也说法语。Et si vous me comprenez, vous êtes formidable. Et vous devez nous suivr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. 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是因为木兰，她很酷。紫禁城很雄伟。七月我和Sid一起去中国。我终于可以看真的紫禁城，我超级开心。如果你知道什么地方和吃的，我和是需要尝试，请告诉我们，请 follow 我们的微博，因为我会 post 影片和影片以外的东西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拜拜。